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美术观察名誉主编。张同宇，中国画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龙瑞先生，博士研究生。 嗯嗯，谢谢大家。嗯，呃，我们上一节讲到这个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画创作或者是时代发展就不可以啊借鉴西方绘画啊，不可以这个借鉴西方的合理因素啊，并不是这样啊。一个真正的绘画体系，一个健康的中国画发展，它一定是开放的。 啊，胸怀是一定是广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要善于选择，啊，在借鉴当中是有原则的，啊，一定有利于中国绘画的笔墨表现，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所借鉴的内容是一定有促进、有利于中国绘画的发展和有助于中国绘画语言的表现与表达，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可以去借鉴啊，西方以及其他啊民西方民族的绘画因素啊，就可能使得我们中国绘画语言更加丰富，时代性啊更加强烈啊。这个我们首先做一个界定啊，不要我们一说这个呃注重传统，马上就把西方绘画啊全部否定啊。我觉得这样做也是不理智的。 啊，表是这个呃，没有看到现实的呃呃，西方绘画对中国画的这种呃良性的影响啊。那么，只不过是我们要强调，我们在这一百年当中啊，我们确实在中西结合上啊出现了问题啊。那么这种问题到今天啊，越来越表现的越来越突出。 那么，以轮廓线造型手法代替了原来中国画的啊平面结构的造型手法，它影响了中国绘画的啊语言啊和笔墨的表现，阻碍了这、呃、中国写意精神的张扬。那么我们在西中西绘画这个呃借鉴当中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啊、呃、毛病，或者是。 呃，一种遗憾。那么，我们作为我们自身，我们又犯了另外一个现在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西结合当中，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书法赶出了中国画笔墨家园。啊，我们把我们的书法艺术，啊。 从中国画学习当中，从中国画化,化学当中挤了出去，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物。啊，只是成为题字题款的一个应用而已。但是我们中国的书法，对于中国画来讲，特别是对写意画来讲，那是至关重要。 如果离开了书法，谈笔墨，那可能这个笔墨的概念就要重新界定。啊，那么我们看中西方绘画在历史的作起作用方面啊有所不同。西方绘画一直是由专业画家啊，一直是由宫廷画家啊来主导。中国画家。 那么，在唐宋以前，啊，也就是在宋代以前，也基本上是由职业画家、专业画家、宫廷画家来主导着中国绘画的走向。那么，到了元代，就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么，就由于文人介入绘画，使得中国绘画本体发生了转变，啊，犹如黄河改道一般。 重新建立了文人写意绘画的本体走向。啊，本体的建立，它一方面需要有人去率领和号召，有一部分啊响应者，啊，有更大一部分拥护者，他就可能建立起他的本体。这种本体一旦建立，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主观意志想去左右它，很难做到。他一定为会为自己寻找通道和出路。我们中国画发展，如果你顺应中国画发展规律，顺应中国画笔墨的表达方式，你可以走得通啊。如果你以违反中国画笔墨规律， 啊，来作为你的创作支点，我觉得你可能走不远，啊，所以进入到新世纪，啊，我们重新对待传统，啊，我们回归文文正本清源，回归这个这个呃文脉，那么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时代性的一个一个现象，是吧？一个呃总体上的一个发展僵化僵局，是吧？我们。 提倡啊，重视传统，重新梳理传统，啊，那么这种无所顾忌的这种创新啊，对我们原来的中国画笔墨啊，确实伤害很大啊。那伤害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把书法提出笔墨家园，第二就是革毛笔的命。这两次啊伤害，使得我们中国画好像是可以。 用任何方法，啊，任何方式都可以画了，啊，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各种特殊技法盛行，啊，游离了中国绘画本体，啊，使得有些特殊技法的尝试成为了游戏，成为了戏法，啊，所以我们对书法的重视。 啊，那就是对中国绘画本体的规律的一种寻找。当我们把书法从国画原地踢出的时候，那么支撑我们各种画法的笔墨砖瓦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我们的基础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自从元代以降，文人介入绘画，那么。 本来他是票友，却成为主力；本来他是业余，却成为了专业。那么我们就要顺从和顺应他这个笔墨，这种笔墨追求的这种规律，啊，去探索，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所应该找到的啊一种目标，啊，因为文人所擅长的，一个是书法，一个就是诗文。 这是文人最擅长的两样东西。当他们介入绘画之后，他们就把这书法和诗文一股脑带进了中国绘画，一下子提升了中国文人写意绘画的品性。啊，也就是说，文人写意绘画它的笔墨高度是以书法作为参照。 是以“引书为画，引引书入画”，啊，为他的文人画追求的，啊，文人写意绘画。如果我们把“写字”换成书法的“书”，那可能这个意义就很明确了，啊。那么，书法成为了文人写意绘画的内在支撑和笔法上的借鉴。 我们所说的中国画的笔法，严格来讲，中国画没有笔法，全是书法的笔法。啊，我们中国画家所用的笔墨纸砚，都是从书法家那里借来的。啊，那么一切法度也都要受制于书法的法制和体制要求。啊，那么书法成为了。 中国画笔墨的内在支撑之后，那么学习书法就成为了写意画家的必须啊。那么作为一个画家，你前半生你可以靠临摹来支撑，你后半生，你的书风和你的画风息息,息相关啊。你前半生临摹啊，因为你书法。 资源运用到绘画上，它需要有个时间，需要你去天天练习，啊，那么你先运用的、先借鉴的，往往是你临摹的那个画家他的笔法，因为你临摹那画家，他那笔法里就含有书法，啊，像王蒙以草篆入书入画，对吧？那像吴昌硕，对吧？以篆书入画，以这个草书入画。 啊，潘天寿先生以隶书入画，啊，那么就说你以这个对古人来讲，啊，他们可能之间的询问打探都是在问你用什么书法在入画，你用什么书法在画画，啊，和我们今天互相询问间，经常打探你用什么技法在画画。 那可能就差了一个一个层次，啊。那么书法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成长当中，它起了至关的作用，啊。书法早成于绘画，啊，书法在魏晋之际已经成为了啊书法欣赏的对象，各个方面已经完善了。此时的绘画还在行走在半路中。 那么，中国书法，它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当中，是吧？在和自然的交往当中和这个理解当中，是吧？总结出的一种啊艺术形态，它是自然到人文，啊，天然到艺术的一种转换。书法，它是把自然现象，啊，风霜雨露。 啊，把人类人世间的歌舞、战斗、各种意象，一点一点的吸纳在点划结构间，融化在啊行气篇章间。通过书法，我们可以啊把握自然的秩序。啊，书法当中是吧一些评判的。 语言多数都是如什么，像什么，啊，都是以于物取象的方式来做了表达，啊，都和自然有了一个比类，啊，有了一个比喻，啊，那么这种意象，满满满满满，都在各种书体当中展现，啊，那么把中华民族。 整个对自然的认识、对文化的认识、对艺术的认识，全都集中在书法当中。书法是较早于绘画，摘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桂冠，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它容纳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啊，那么。 它里面的形式资源，里面的形式语言非常丰富，啊，那克莱贝尔所说啊，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么书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形态。我们把已经具备了艺术形式是吧，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的书法引进到画面，引进到中国画，它势必会提高中国画的。 审美品性，啊，所以中国绘画它这个线条本身在没有构成物象之前，它就有审美意味，这种审美意味是相对独立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有个认识，啊，当我们把书法从中国绘画当中抽取出去。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盖起啊中国化的笔墨大厦。啊，中国书法，它我们再追溯它，它是从刀法当中来的，啊，从古代的契刻，啊，从这种这个对青铜的这个镂刻，啊，从这个里面啊转换的，所以毛笔还保留着，啊，刀凿的痕迹，造型上就能看得出来。 笔锋的锋是带个金属旁的金字，啊，它就残留的那个痕迹，虽然它是软的，啊，但是它在模拟着刚硬的、刚强的东西。所以中国书法啊，它的笔法从刀法来；中国画的笔法从书法来。那我们书法可能就要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可能每天一点点，对吧？就就可以了，但是积累到一定阶段，对吧？他会起作用，啊！所以说书法我们要要认真对待。黄宾虹一辈子啊，用了一生，他就总结出一个“引书入画”，他就发现了古笔法和今笔法的区别，那么唐以前是古笔法。 唐以后是金笔法，那古笔法还残存着呃刀法的痕迹，啊，那金笔法它就直接下笔啊，侧笔下，侧锋下笔，啊，就偏锋的嫌疑，啊，所以他引篆奏和这个魏碑之笔来入画，啊，那黄梅红用了一辈子。 啊，他发现了书法对绘画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往历史上追溯，我们也可以发现，自从元代文人画家把书法引进到绘画当中，那么以后的画家往往都是大书家。啊，元代以后的大画家都是大书家。 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啊，那么文人他把他的诗文引进到绘画当中，成为一种境界上的要求和追求，啊，正好构成了啊，以诗为魂，以书为体，是吧？为骨，以笔墨为本体的文人画审美要求。 和构建了文写意绘画的啊意境追求，啊笔墨本体。那么这种书法和诗文的引进，啊，体现了一个画家的一个修为、修性和修养的高度，啊，那么也会在这个之上看出画家的绘画的高度。 中国绘画把书法引入到绘画之后啊，提高了绘画的这个审美能量啊和审美的韵味啊。那想掌握中国绘画的这种奥妙啊，只有靠临摹啊。没有临摹，我们很难能进入到中国画学习当中。西方绘画它必须。 要把素描学好，啊，把素描过关，那么他才能画得出好的油画。那么中国对中国绘画来讲，它是靠临摹来掌握。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西方绘画它是主模拟，那么这种模拟，它往往要借着写生才能完成，现实物要摆在眼前才可以完成。 中国绘画，它不是模拟，它是写意，它是书法化了的符号罗列在一起构成画面。啊，我们所说的中国画的法式追求、形式追求、程序追求、程式上的啊符号的东西，说符号，那么和文字就差了一步。 那么给书法的余地，也就埋设下来，为书法进入绘画留下了一个气口啊，一个切口那我们要掌握这一切，那必须从临摹开始，啊，要反复临摹，大量临摹啊，特别是对我们当今画家来学习中国画，那必须要有一个。 强大的那种决心，和你要用大量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百年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对中国画的认识上，对中国画的敏感度上已经退化了，我们要慢慢的寻找，啊，慢慢的去感应，才能接上文脉，才能接上传统的这种信息，要不然我们临摹。 也离有，不出真正的啊、呃、内容来，啊，所以我们选择啊，通常作为山水画家，通常是离不开元代，啊，因为元代绘画是从宋向元的一个转换，从专业画家、职业画家向文人画画家转换，从写实向写意转换，啊，从用绢画画。 转到用宣纸画画，啊，这样一个转换，啊，那么他就给写意画家、写意绘画留下了无限的可能性。那么绘画山水画家啊，特别是你学的是写意绘画，那往往要从元四家或者是元五家开始，元五家包括赵孟頫啊，那么你寻找一家到两家。 啊，但通常来讲，你不管学哪家，黄公望的画我们需要去体味一下，因为黄公望披麻皴是中锋为主，侧锋为辅，啊，你要理解一下啊，中锋用笔的啊那种感受，所以黄公望是必须要临的，啊，剩下呢往往都选择王蒙，因为王蒙他是整个元代的法度的一个集中体，他的画 存世多，他的画法变化大，啊，给我们当今的画家会留下很大的余地，啊，笔法正宗，变化多端，啊，那我们可以从王蒙开始，啊，那明玉林他是一个境界，是个格调，啊，他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东西是境界上的追求，但是不要以为明玉林一味的就是一笔草草。 我们仔细看他那些树，啊，他树的画法都很严谨，很典型，啊，作为法度的标准，我觉得是可以我们进可以进行啊深入的学习、啊，那么吴镇啊，吴镇的画法呢，他基本上和黄公望差不多，但是他比较这个呃笔墨变化多啊，一种深厚啊音韵。 啊，里头这个比较浓郁的笔墨韵味，啊，比较润泽，啊，实际上元四家这四个人的追求是可以放在一张画上，我们作为个体追求来来掌握，啊，那黄公望的法度，王蒙的变化，吴镇的润泽。 米林的格调，啊，它可以合合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再看赵孟頫，他总结了唐宋绘画，啊，建立了文人画的机制，他这种机制的建立是有原则，那就是以书法作为他的过滤网，凡是适合书法笔法应用的画法留下。 凡是适合书法化机制运用的，这各种皴法留下，不适合的都过滤掉。那么他这样就建立了啊，以书法化、文人化的文人写意绘画机制，啊，使得我们到今天还顺应这种机制啊往前探索。所以说，临摹我们尽量就找一个人。 啊为主，啊，其他人可能你缺哪方面，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进入到这个整个大量啊大量的这样临摹当中，啊，我们的临摹一开始啊要求要精理，啊，一定要精理，啊，就是你作为一个画家。 你精灵就是比较细致啊，刚开始入手一定要细致啊，要精微。你最起码的这个造型你得有，啊，哎，基本上这这个呃形啊、貌啊、呃、啊这个神采啊，你得抓住，叫精灵，再一个，就精灵有个好处，就它相它可以使得我们能坐下来啊。那么这种精灵就可以把你心浮气躁这些东西给你啊给你消掉。 啊，你首先要坐得下来，沉得住气，啊，能静下来，啊，所谓我们就说能静下来，这是一个悟道参禅的一个基本条件，啊，因为这种方式它可以像魔鬼训练一样的给你把这个时间给你压缩，环节不减少，啊，传统学这个学习传统环节每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是可以压缩。 这样你就省了时间，啊，你可以这个腾出时间，那么就进入到中文化的这个真正的学习之后，你再自身发生发现你自身的毛病，啊，发现你自身的短处，你再回头再看，啊，那么精临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分两个，一个是速写，这个速写。 我们不要理解成是那个这个照的实物去画速写啊，照的自然画速写不是，是照的古画画速写。就是你选择废弃的啊 A 四纸、报纸，纸越破越好，因为我们在精营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会求得一种好的效果。 和原画接近啊，你就忘记了你是在学习什么，你会追求这种效果，把你自己迷失啊，你忘记了你学的学画的本意在哪儿啊，所以画着画着到后半截是吧？那么就求的和画面的接近而不择手段啊，不从方法中来，那可能你这个临摹是失败的。 啊，因为我们长期的习惯了画轮廓线，是吧？我们要画结构，结构是从内往外画，最后封上外边的口。啊，轮廓是直接画完轮廓再往里填，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啊，所以速写它可以加速我们理解传统的速度，因为精临你五天才能临一张，速写一天可以临五十张。啊，就在你的。 肌肉训练、肌肉记忆和你的大脑记忆当中加快速度，啊，这个速写啊，往往要画几斤、啊、是吧？这个这个大量的啊，你去画啊，这样你就慢慢习惯。这个速写有个好处，它会给你下一步的写生，下一步的去到大自然当中画速写留下一个余地啊，它会很快的在短时间内掌握。 长时间，古人需要长时间所掌握的一些要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草林啊。那么这个草林和速写不一样，草林是用最快的速度抓住画面最大的结构、最典型的形象。 用书法的意蕴、意味去草林，因为你离开了书法上的这种长头护尾、这种书法上的这种意味，你去草林就没有意义了。那你不如画速写了，因为速写画多了，你会忘记了毛笔，那么它可以校正你啊，它可以校正你。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同样短时间内啊临摹这个这个传统绘画。 时间压缩啊，极大的压缩，效率极大的提高，啊，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参用，啊，就当你草林到一定阶段再去速写，速写到一定量再回到草林，再到一定量再回到一次精林，因为你速写和草林都是放，前面精林是收，所以收收放放放放收收，你再回去啊。那么，当你这个量够了，对吧？那么 怎么样子来草林呢？就是画面上的浓淡，那张画的这个大致的浓淡、黑重都不减少。你可以用一个点来代概括，用几根线来概括，对吧？大的结构不能缺，啊，也就是说一一个建筑的承重墙在哪儿，那就是结构，那不能动。你装修的时候不能打开，不能打打倒啊，不能这个砸坏，啊，就是草林就要抓住承重墙。 啊，uh, 你这样你养成一种习惯，用书法的意味，刚开始不习惯，慢慢、慢慢、慢你就会习惯。你这个有个好处，你的书写的习惯慢慢会入到画面当中，给你将来的创作又留留下了一个伏笔，是吧？那么好，当你这个掌握了，啊，我们再往前走，变体画，我们先说古变体。 古变体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变体画就是你以往掌握的东西，你给它重新剪裁、连接，重新编排组合。比方说，一张画当中，你发现有好几个地方你特别喜欢，你就把它提炼出来，重新组织成一张画。那么，古变体是把精华进行提炼。 把最有特点的、难度最大的地方进行重新的编排、重组，啊，那么你或者是你可以用五张画或者三张画当中最好的部分，你最喜欢的部分重新组织，啊，刚才讲过，前面是用一张画当中的几个局部重新组织成一张画，那么刚才讲的又是从。 几张画当中的精彩部分总结成一张画，啊，让人感觉到这个画家好像是有这么一张画，实际上是不存在。你做的天衣无缝，那这个古变体就差不多了。当你古变体做到差不多，你再回到精灵，再走一遍，这个时间再缩短，啊，那么再回到古变体，再往前。 新变体，新变体啊和古变体不一样，古变体是检验你对古人的理解，对你以往临摹的能力的检验啊，那么这种古变体是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传统，你真正的理解了，你才能做得好。那么新变体就是要准备做好，从传统当中往外。 走的准备，所以金变体就是说用70，用百分之七十传统的30，百分之三十速写和写生的内容，啊，那就是说里面的结构，里面的内在的东西，往往还是传统的，那么呢，再加上你到哪个地区、哪个地域去写生的东西，啊，往往是内用传统，外用写生。 比方说，一张传统画是这样的，是吧？我们比打个比喻，比方说，这是一个传统绘画。传统绘画就是这个样。假如说有这么一张画，啊，这呃这题字啊，有这么一张画，那么你到金变体，你怎么来处理，对吧？那可能就发生变化。 比方说，我们把这张画改造成太行。 本质上没发生变化，是吧？线条结构依然是这个结构，那就给它生发，啊，宽宽窄窄,窄、大大小小、浓浓淡淡，那么就会变成一个你所需要的，啊，那个画的那个地方，啊，就把一个传统的东西变成一个有现代意味的一张画，啊，这个需要你的写生能力，啊，又需要你的传统功夫。 你才能画得出来，对吧？这是太行，你也可以画黄山、画桂林，都可以，啊。那这样的就外内边内在的传统，外在的写生，就会让你知道，对吧？就是传统这个这个初心啊，这个一个现代绘画需要有古意，这个古意就不不只简单的就是传统的模拟，不是这样。 还有古代的一种意味，这种意味不是古代的绘画的形象，是意味，要有古意嘛，是吧？怀古之心，是吧？又有初心的那种意义，是吧？啊，那就可能这张画就有看头了啊。那么就说这是经变体，过了这一关，我们可能才能说写生，再往前。 创作，看吧，这个格式，啊，这个过程，每一个都不能。